小青蛙都饿了吧，赶快跟妈妈回家吃饭喽。妈妈，我小红的肚子好饿呀，我要跟你回家吃饭。妈妈，我小橙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，我也要回家吃饭。妈妈，还有我小斐呢，我都饿得肚子疼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妈妈，我小紫也来了，我饿得好难受呀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哎，不对呀，小蓝和小黄跑哪里去了，怎么没回来？不行不行，我要赶快找一找。这里有两个魔法蛋，我来看看里面有没有。先来看看这个粉色的，哎呀，没有。再来看看这个黄色的，哎呀，也没有。这里有个叠叠杯，打开看看有没有。第一层没有，第二层也没有，第三层、第四层全都没有。哇，这里有好多糖果呀，我来扒开看看他们两个在不在里面。哇，找到小蓝了。再扒开看一看，哇，又找到小黄了。你们两个可真调皮呀，竟然躲在这里偷吃糖果呢，赶快跟妈妈回家。